大家好，这是 PR 哥哥。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我个人觉得在台湾里面腰臀比例最好的女生，职业选手 WNBF Pro Alisa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sa， 我自己是一个健身教练，然后平常也有在做线上。那我健身已经健了4到5年，然后比赛就是比一年，疫情就来了。哇，对，那你那时候比第一年就直接拿到 Pro 卡？对，第一场，第一场就直接巅峰了。因为我本身啊会 follow 到 Alisa 也是去年的第一场WNBA 比赛的时候看到她，算是示范一下健身比赛的动作，然后我就觉得这女的腰臀比例也太厉害了吧，因为我有很经常的去 follow 一些女生，但是没有看过那么厉害的，所以想请问你，就是有没有量过自己的腰臀比例？比赛的时候有量，但非赛就没有量。那比赛的时候大概是多少？大概17寸多一点。腰17寸，那这样很多男生手臂不是也可以到17寸吗？对啊。那臀部咧？臀部我没有量过。臀部没有量过，好，没关系。这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臀部，我们请你自己量量看。36寸。好，那我们刚量完，就是目前的话腰是23寸，臀是36，然后比赛的时候可能会到17跟34。每个人其实对于细的腰都是非常的喜欢的。那 Alisa 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，就是让大家腰不要那么的粗？我觉得腰细还是有点天生，天生对，只是就是还蛮多人就是说乳制品，尽量少吃。可以帮助就是不要把腰变粗。了解，那也是饮食可能会稍微的影响到，但其实天生的因素还是绝大部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假如你腰没办法那么细的话，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把臀部练大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 Alisa 来教我们怎么把臀部练得跟她一样的翘，一样的厉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会做7个动作。那在做7个动作前，我们会先做2个热身动作，主要是启动我们的臀大肌跟我们的下半身。好，那我们刚开始我们会先做 crab walk。crab walk。OK， 尽量就是背去打直，核心去稳定，屁股往后去蹲。那你往下去做的时候，就是往旁边去走，去走，背都是打直，不要往前或是用你的下背去 arch。尽量往下去做，同时可以带到我们的臀跟我们的下半身。那我们第二个动作我们会做俯卧撤踢。俯卧撤踢。对，那主要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膝关节往后方去提，主要是注意的是你的下背不要去 arch， 也不要去拱腰，背都是打直的。你膝关节往后的时候，不要直接膝盖直直往后，因为你直直往后，你的臀会没有感觉。所以我们都是往上，上去的时候臀去夹 ，OK， 然后回来。所以也不用到很上面。不要很上面，因为你在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带到你的下背。好。对。好，有热起来吧？你觉得？有感觉。主要是启动我们的臀大肌跟我们的下半身，我们的腿。对，启动之后，等一下练就会更有感觉。比较有感觉。好，没问题，练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做史密斯深蹲，那主要是一个以臀为主跟腿内侧为主的动作，因为深蹲有很多种。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双脚站宽一点，脚尖朝外一点，对，但不要整个都朝外。好。蹲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样，宽都是往后去推，屁股往下去做，那我们会蹲低于一个水平线，因为很多人蹲可能都蹲到一半就上来了。离心的时候我们停个2秒。好。 OK。 上来的时候髋往前送，屁股去夹。那我们平常这个动作都会做3到4组，第一组我们重量都会比较轻，第二组我们重量会做一个你可以做到8到10下的。对，然后再来我们再减，可能一片可以做到12下，然后我们做3到4组这样子去做。 OK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动作是做相扑拉，那主要是带我们的臀下角
然后还有我们的腿内侧跟有会带到一点股式。第一组我会先做就是比较轻，让身体暖一下，然后再来我就会慢慢上重。那其实相扑拉通常我都会做就是6到7组，重量会慢慢上慢慢上。那我们脚尖一样都是朝外 ，OK。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尽量都是背都是打直的，身体不要去往前去这样拉上来。那我们直直下的时候，双手都是直下，背都是打直，然后直直上拉，髋推回来，屁股去夹2秒，然后直直下，慢慢下就好了。真的傻，屁股都尽量都是往下去做，不要往后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要用哑铃相扑斯蹲。刚开始第一组其实我会做比较轻，但会有一组我会做比较重。这个动作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我会做20下，后面10下会做短程。短程，非常不喜欢短程。为什么？就是很累，很累嘛。但比较有感觉啦，因为主要这个是做就是带我们的臀大肌，上臀会带比较多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腿内收，内收大肌。我们拿这个的时候，哑铃都会在大概里面，不要拿在外面，也不要用抱着的。对，脚尖一样都是朝外，背都是打直，你的膝盖都是朝你的脚尖，不要去内八。对，所以屁股直直下，做10下。离心、向心都是2秒，上去顶峰夹1秒，这个动作我们都是放慢的。那我们做完10下，我们会做短程的，短的10下。下一个动作会做 RDL， 其实 RDL 我会站，脚尖一样也是会朝外一点，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在 bikini 他们其实很看我们的腿后的那个切割度，对，所以其实站宽去下，这里同时也会带到，屁股都是往后去推，背都是打直，这样子下，拉到腿后，拉回来，这个动作我们不用去屁股去夹。OK， 就直接下。那这动作通常一样，我会像相扑拉做6到8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动作会做 superset。那 superset 的动作会是 curtsy lunges 跟保加利亚蹲。重量的部分其实第一组就是比较轻，然后慢慢上重量。那其实第一组我会做15下、12下、10下、8下，这样去减做4组。那我们 curtsy lunges 这一只脚会过于你的这一只脚 ，OK， 对，放在这边，后脚都是垫着的，不要踩住，直直下到这里，直直上。上来的时候尽量用你的侧臀这边上 ，OK， 做完。我们会做保加利亚蹲，脚不要垫着，踩住，都是放下，尽量都是用你的前脚去发力，不要用后脚，直直下，直直上，哪里不舒服？就是很酸，侧臀很酸。我们现在要做 cable kickback 加 side kick， 一样都是用 cable。那我们这个动作通常都是15下，再加15下的 side kick。在踢这个的时候，主要是注意身体都是往下去压，不要就是站太直，因为你站太直，你自己不可能踢到后面，对，你对带你的腰，对，所以你就是身体往前去压。膝盖微微弯，这个是我们的重心，膝盖一样微微弯，不要去锁死。OK， 微微弯，然后往后去踢。上去的时候屁股夹，然后下来，一样。我们做完15下，去踢踢。侧的一样，我们身体会往下去压一点，然后我们不要直接直直下上，我们都是蹲一点，然后
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的腿往外去翻，很像做髋外展的动作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出去，然后回来，这样子出去，这样回来。好。今天说实话，我只有把Alisa原本的训练量大概少做了三分之一，但就已经现在不太想要讲话了。但我们最后还是让Alisa看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正在训练的各位女性们说的话。努力一点，努力一点，嗯，对，就是每个人的目标都会不一样嘛。男生的话，臀部也是会蛮重要的，就是女生还是会看男生的臀部。对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我都会看男生的臀部。哦，那其实我觉得 Alisa 她的训练，其实她用的器材都是没有到非常困难，简单的哑铃、史密斯跟杠铃就可以把你的屁股操到非常的酸，然后很有感受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套训练，假如你是想要把臀部练翘的话，你一定要回去试试看。一定要试。好，那 Alisa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今年的目标主要先看疫情。嗯，对，那如果疫情就是没有了，可以出国，我就是还是想出国去比赛。出国比赛，对，到时候大家请帮他加油。然后有想要看更多练臀的技巧，或者是只是想要看非常漂亮的照片的话，也记得一定要去 follow Alisa 的 IG。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lisa 带我们练这么厉害的一个课表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